可以生的，可以变成。但是保险开关，到了这手上，我会统一下达，请你们一二手开关保险，再说请用一二手十指把保险往后要推过去，拉成开保险状态。第二个保险会就是枪口炮，没有请你拿下来，请你千万不要去动它。把那拿下来呢，放在上面就可以了。听到三声去，你们就可以开始了。因为到了你在场上，我跟石蜡一样，有点顶在最后面。好，一发子弹一次满，不要乱叫，两发子弹两，你要连续几发，请你连续的压他。压到什么程度？来了这边没有所谓的仇恨，只有怨恨。好，你开他不爽，今天打；你开他不爽，今天开枪。好。试试把保险的部分一样往回推回去，套上枪口套，请你务必把给套上，保险关了就没办法开枪。好，到装子弹的地方，在这个黑色容器，经过装子弹的时候，把枪口向下，把这个盖子打开，子弹装进去，你们知道去你盖起来，用力的拍一下，那就是呈现密合状态。我早点上场，你子弹掉光光，我们不会另外补子弹给你，我们会跟你讲四个字。好好保重。场上你会发生两个状况，第一个状况，你的枪里面明明有子弹打不出来，表示你枪是挑战，挑战后先拉开这个，这枪机先用力的往后拉一下，你会感觉到有个钝的感觉，放掉之后，请朝着你的油品去试射扳机，好，你不要对着你的左右同学去开枪。看到前面的人物体去开枪，再不行，请你拉第二次，两次拉完都没有任何作动，没有反应，请你们在原地举手。我们场内除了我以外，会有另外的两位安全教官。那这两位安全教官会在场上随着你们，帮你们处理任何问题。我会在制高点看着你们大家。到时候请各位同学帮我两个忙。第一个忙，看到举手的，请你千万不要去打他。请你们不要把我们教官当成三只白眼。好，第二个状况，弹斗，你在跑的过程当中，可能不小心两个人会撞在一起，把撞掉，请你记下。子弹掉到地上的，哪怕刚掉下的那一颗，通通不要捡。小心里面射有子弹，嘴巴装回去就好。弹斗掉了不会，请你们朝下面，朝向自己，用力的拍一下，那确实呈现密合的状态。哦，你不要不敢去捡它，但也更请你不要故意给我当手榴弹给我丢出去。只要谁当手榴弹丢出去，就换我把你的人给杀出去。好，这把枪具有相对的重量存在，在这部分这是个黑色的气瓶。之前你们应该有少部分人有打过气弹，如果你们打的是细长型的气瓶，那是需要用二氧化碳，力道一定没有我们这把枪来的大。因为需要度遇到热，它一点力道都没有，还要越冰才有力道。但是我们用的是高压气瓶。很好，比个耶再走吧。啊？老师比个耶吧。比个耶，快点。上战场比个耶吧，好不好？对，好。
验了。队长，看来国民党会惨败了。国民党惨败，老师，国民党惨败了，怎么办？哎，走过去，走过去，来喊验一下，快点，快点。来，老师这边女生，来坐另外一边，坐另外一边。哎，里面有几发子弹？150。哎，验一下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我帮你们拍一张照，验一下。拍，拍有了，拍了。好帅啊！哎，验一下。走里面，走里面，走里面，好吧，走里面。走里面，好吧。快走，快走，好呀，好的，好了，同学，活动以后就可以玩了啦，好不好？来验一下，验，对，我验。来，小朋友，哥哥，还可以拍照了。150发哪多？真的吗？对啊，我们上次玩100发，他们小朋友就大家就这样。他说150发大概只能打一场。打一场啊？对，他说他们，他们真的在打气弹的时候，他们是背一箱上去，一个人背一箱。真的哦。150发一下就打完。是因为国小他们都不太敢打。哎，看毕业一下啦。你呀、啊，好啦好啦，快点快点，赶快赶快，加油加油，好 ，OK，OK，、okay. okay. 哎，帅哥，不然你头盔戴不上去。哦，拿。后面要收的。戴眼镜的怎么等？拿那个。出来出题。22-20。来倒数1分20秒。来24-22，摸到了摸到了。来24-20。50秒，来努力反对反超前的力度，加油了！来26-24，26-0，来你又跑得不算，来对了，谢谢你的参与。来倒数20秒，来28-0，倒数10。9-8-7-6-5-4-3-2-1，2分之1秒，4分之1秒，来停止射击，停了停了停了，停止射击，所有人员救援定位置，左手推过保险，头盔面罩不要去动它，来套上枪口套。来，不要开枪了，把保险关起来。来，完成动作了，请你原地起立。来，一样枪支抱举高，慢慢的往前面移动。头盔面罩不要动它，枪口套没套了，请你把枪口套套上。来，在狙击台上面的朋友下来，请小心。来，队长一样到中间，我们教官这边跟刚刚一样。来，密两队的老师，请你往前面走。
在线表现了。来，蓝队排一排，绿队一样排一排，跟刚刚第一场集合一样。枪口都没带的，把枪口带上。来，请两位老师排第一个，老师辛苦了哈。来，动作快！我看蓝队最先集合完毕，成绩加350分。来，蓝队的向后退一小步。来，蓝绿队的老师，请你往你的左边跨两步。来，对齐你们的队长，对齐你们的老师。谁在开枪？来，对齐你们的老师，蓝队的在土堆的往下移。好，两队同学，请你把枪支平平移放下来。来，把枪放下来。来，向后退一步。好，头盔兵再可以拿起来了。我最后公布出局成绩。我声音响起，蓝队的老师你没有摸到，绿队的反而摸到，你就差那么一步。所以出局成绩28-26，绿队领先20分。公布双方的头部跟身体重量数量，请稍待一下。来拍照，可以进来拍照。身体分开。这个我们面罩可以拿起来。好。你看我怎么多呀？后面也有啊。你看我，你知道上面举起来有一个。他都是后面。加秒。加秒。你们左手拿头盔，右手拿面罩。待会到我面前转一圈，然后请你们中央坐。你看你教练也被打。在上面打，在上面打，你会找到叶子，然后你再吃那个我打过，我都没有一开始那个。我知道。你在说你不要讲，你不想说谁说谁。11颗，头部重量数量为我们的38颗的表现。
手抱枕来，右手举重，来，我们休息训练一周。